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，哪来的什么副总统？中方一贯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。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多次发表台独言论，并顽固坚持台独纲领。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，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，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